生福利局赞赞，梅姐赞，梅女赞，都赞。今天很多都改造了，经过一个月的时间，很多都改造了。对，之前竟然是长头发，现在都变成对，长头发变光了，对，变光了。他原本就是会剪，然后再去光，就变成没有，基本上今天他是拿开的。啊，我们总共几关有？都有了，不止一个。我们原本有三个厉害的。拿开的。哇，这不一样。我这头发老师剪的，头发要常常修。我的意思说，干脆就不要让它长了，就保持这样子，它自己会长出来，没办法。我们有人会修，其实现场的好厉害。在台北哈，就台北车站那边。我要看看你的课程，的空档时间嘛，对不对 ？OK。长发终于。是自己是工作室还是办公室？就教学，就教学，工作室，教学的工作室。我要看你整个礼拜的有排表，有排表。有，到时候再传给我。好，那个有排那个课程。排课程，排表。因为要剪头发的话，到台北先跟你联络，像带那个花姐啊，还有对啊，凤珠啦、啊，慧英啦、啊，好。他们学习放在齐家，你本小要跟学习很 OK。我们比较可爱，是也比较漂亮啊，漂亮，这是重点，比较漂亮是重点。对，然后这边的，我们这边的马祖文化，其实它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地方。那这边的学员，我们各位都很认真，这是最好的一个态度，所以没事学习走。跟我们会一个掌，鼓掌一下。谢谢机长，还有老师，还有老师要鼓励一下。老师要相助。没错，我负责去编预算。好。他是我的邻家，你把技术传授给他，以后我到他家去解说嘛。对，没有，他也会。你要跟他改变了，传授改变了。对，注意你是这样。就在我家隔壁，我们两家共用一道墙的。对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研究好他的房子。那个房子，他也小钱呢，你闲着就把他抓过来。之前小时候都去你家，对，我们享受了。OK 啊，大家我们了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了。我送一下，祝你们都成了厨师了。下一次我们办聚集班，再下一次我们办高级班。真的吗？办高级班的时候，我把现场带过来，你们给他接走一下，好不好？看看谁有心，让他接走一下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